体育兵小生黄宗泽恋上比自己年长4年前香港名模杨真，两人的姐弟恋本来就受到很多非议，但是随着媒体对两人关系的深挖，发现杨真在圈中的历史相当复杂，除了在模特圈中很少知心好友之外，近日遭名模庄思敏爆料，指杨真当模特的时候试过迟到和玩失踪，让走秀后台乱成一锅粥，又遭香港名模欧阳妙芝指证曾经抢过好姐妹黄佩霞的老公，发展到最新网上甚至盛传杨真有一名10岁大的私生女，杨真表示近日的传言已经到达失控的程度，但他仍表示笑笑就算。我咪否认过好多次咯，我已经否认再否认再否认再否认啦，系嘛？咁都冇用噶，咁所以系咯，都唔多回应啦，系咯，多谢大家关心啦。咁你有冇同 Bosco 研究过最近啲新闻？哦，咁又冇喎，我哋真系冇讨论呢啲问题。不管这些传言是真是假，杨真在圈中的人缘时好时坏，大家应该也可见一斑。而也许是树敌太多，盛传有人向黄宗泽举报，指杨真同时搭上多名男士，导致黄宗泽与杨真大吵一架，在恋情曝光不到一个月立即玩完。但是杨真就没有正面回应与黄宗泽现在的关系，但是他就如常开着属于黄宗泽的古董车到电台上班。其他人的事我不回应了 ,Thank you so much, 唔该晒唔该晒，冇生活一切如常 ,Thank you, 所有嘢一切如常，所有嘢一切如常，好唔好意思，唔该晒。张卫斯，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香港报道。看搜狐视频胜过做大保健，我是大鹏。